干啥小？我先讲一下，我连自己怎么开台我都不知道。我从1点搞到刚刚3点，我的天哪，我都快睡着了。我想说，干，再不行我就去睡觉了。不是啊，我刚刚就是一直想说测试失败，然后就干脆都不要开游戏好了。啊，没想到啊就突然成功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成功的欸。我的天哪！重新整理一下。哎，哦。为这游戏加上标题 MINE，游戏标题，我连怎么成功开的都不知道。更新资讯。我真是弄到很崩溃欸。哎，跟你啊！声音太大了啦，不行，这只会让我受惊，不是押金。一个人，什么大声啊？这种音效啦，欣赏。不是，抖内，不是，我不知道欸。谢谢，感谢老橘的500颗星星。哎，怎么那么大声？北七哦，想说玩个永动机，通通吸走。不是哦，就游戏。这怎么尖呐、感谢校院的20颗星星，感谢秀的10颗星星。反正下午要来弄地狱，结果弄了3个小时，单人。哎呦！哦，昨天花了一大堆题。弓箭商人，弓箭，弓箭，弓箭。欸、对，要重换了。注意哦，2颗头，然后看一下怎么合，要带玻璃过去，同时鹅卵石。哦，能开台感觉真好。自剪片音乐。
投掷器哦，不用弓箭哦，来换弓箭。哇，嗯，存着。再来要比较器，要红石火把，烧过的石头，要拿什么木棒？一个比较器，然后一个比较器，然后啦啦啦啦啦。两个中继器，一个比较器，好，嗯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比较器一个，中继器，嘿、欸，中继器。不是要红石火把？欸？欸？中继器怎么合？我忘了。啊，对啦，这样啊，怎么没有显示在这边呢、啊？白痴哦、喔！哦，原来我没有配方，白痴哦、喔。那个。再来。想一下哦，方块、红石粉、中继器比较，哦，去看一下。我是在研究我那个当时是怎么往上推的，研究半天。比较器、围圈、红石粉，好。等一下，好像也不需要这个哎、欸。那就好了啊！我要签什么鬼？而且也不需要这个啊。那就好了吧？哦，对啊，烤窑，要再洗一次。手写完来看繁星的游戏，安抚自己。Hello， 辛苦你。哦，我没显示几个观众哎、欸，我不会后台坏掉了吧？就这种事情还是最后发生在我身上了，我好难过。哎、欸，然后我开启那个广告功能了。应该有用吧？好，啊，应该可以在开台，要不吧，首播前完成我还没完成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嗯啊嘞，哎呦，这是怎么大啦？对不起，我不会骂脏话。感谢墨雪的支持。哎、欸，墨雪，你是林墨娘吗？啊，你是不是林墨娘啊？带绿宝石在身上啊！
食物语的广告，哎呦，恭喜哦！我有。我显示零个观众，我真的很担心哎。没有，晚点开台再试试看。我去找到底在冲啥回，可能头痛。我把地狱改很多了。没有投入，不是啊？那个后台聊天室显示是零人啊！哎呦喂、啊！在扫楼下，感谢秀的星星，哎呦，烦死了，会卡在这里耶，这么烦，下去。那这是昨天关台后，然后跟哈基他们边聊天边盖的东西，就是这个。要稍微改啊！你看肉都花了一大堆，我不知道干嘛。哦，好少。然后再来就是要。我在想要不要弄，还是根本不要弄就好了。我想说用个发射器，通通丢上来。算了，好懒。这个四颗头颅，昨天在盖在搞的时候用很久，死因为什么带这边？啊，好不像。好，就这样子，这就是大概要完成的东西。你看他们哦，会走到这边然后自杀，干嘛？哟！
你是说看到37个观众吗？哦，那这样就好了。有看到人就好了，没关系。那像如果你要像我昨天那样杀猪人要杀的话，就把铁轨这样绕一圈就好了。好了，本来今天真的要在地狱再稍微玩一下，结果哦，弄那 OBS 弄好久。都不升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哟！